設定方式彈出時間 Door Lock Time Setup Function。 安裝後門或後門框時可設定方式彈出時間，以防止方式於門未關上前彈出。按登記鍵，按安防鍵，按四星鍵，再按一星鍵，代表方式將於關門一秒後彈出，如此類推，最多可設置到九秒。